把橘色的沙子放进拱形的模具。然后拿掉模具放在桌子上，橘色 Orange。 看，一座橘色的小拱桥。还有好多大大小小颜色不同的拱桥，把它们一层一层叠上去，彩虹桥就做好了。还有其他的做法哦，都是彩虹桥。红色 Red， 紫色 Purple， 黄色 Yellow， 蓝色 Blue，Orange， 绿色 Green。